闻雷泣沫，二十四孝之二十一，朝代三国，孝子王侯。兰儿，啊，夫人有什么事儿？累的话就去休息吧，不用候着。夫人，我去休息吧。是，兰儿先退下了。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就下雨了呢？是啊，玩得正开心呢，真倒霉，衣服都湿了。就是，我衣服也湿了，我娘又该骂我了。你干嘛推我呀？喂，王鹏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回家。你疯了，正在下雨，哎，等雨停了再回家嘛。他一定疯了。吓死人了。娘。娘。娘，你在哪里？娘。娘，你不要怕，我在这里陪你。娘，老爷，您怎么了？我要去陪母亲。老爷，把伞带上。夫人。娘，你不要怕，我来陪你了。
生是尽力，死是尽思。Namo Amida Phật.